阿小阿鲁，今天呢，我们要骑上的这台是 Suzuki 的小阿鲁。那骑上这，为什么会骑上这台呢？等一下会跟各位讲为什么。那这台是全原厂，基本上是全原厂的小阿鲁。然后我之前一直在骑小阿鲁的过程当中，我有发现一个问题，就是它会。就是处理路面上的处理能力上，就是它的避震器啊，我一直啊觉得，就是我个人感觉哈，就是我觉得它刚性好像不足了，就是车身会晃，像这样子稍微弄一下它就会晃。那小街炉是更严重哦，小街炉是晃到一个，上一次如果有看过我小街炉的那个影片就知道，那整个是晃到一个不行。那在动力上哦，在动力上的话，小阿鲁的动力真的是还蛮强的，说真的，蛮足够的哦。以150轻档车来讲哦，那它动力最好，可是比较出现问题的是它的避震哦，就是它的整个车身的结构会让我觉得像过这种弯它就会晃啊，会摇一下摇一下的，会让我觉得有点担心，害怕的。那今天我要测试什么呢？我要测试一台有改装的跟没有改装的到底差多少。要测试当然是以全原厂来做测试是最标准的哈，跟一个有改装的来去做测试。当然了，测试出来的结果当然是以我个人的观感为主啊，要不然我要拿什么数据给各位看哦？就是我个人的感觉哈，像。比如说，它最大的毛的问题在哪里？小阿鲁它的动力非常好，然后加速快，然后原则上可以拉得很高转，所以它的本身引擎做得不错，这个我不可否认。可是对于这种攻弯的，它所配的轮胎攻的速度会非常快，可是它的避震哈跟不上。主要的跟不上就是它你会让它，你会觉得它会晃一下晃一下的，靠背哦，这个晃一下晃一下，呵呵不稳定感哦，这个在整个骑乘过程当中哦，会让你害怕的。我是会害怕啦，我有些人当然是不害怕，不害怕就算了。但是这个为什么会这样子设定呢？因为你本身你这台车。它本来就不是设定说我看到要挖几有的比赛用的呀，对不对？它是要适合一般普罗大众要使用的，所以它的避震就会做得比较低阶一点，就是比较软一点，那就会出现一个问题，就是骑乘上会比较舒适一点。那当然我要测试这两台车啊，既然是一个是有改，一个是没改，那我要测试一下，感觉一下它的极限。原厂给我的感觉是，当然是稍嫌不足啦，我说真的啦，那它的整个整体性上来讲，它会就是比小介鲁好很多啦，我说真的啦，小介鲁真的是太摇了。我在这里再强调一次哈，不是原厂的不好哦，是。如果你拿来通勤跟一般使用是绝对是足够的，绝对的哦。但是如果你想要激烈超价，它是绝对不太够的。像这种弯过去的话，稳定度真的是百分百。哦，原来小阿鲁的问题是出在前后避震啊。并不是说它原厂的有问题啊，我还是要再强调一次啊，大家都喜欢误会我。
最明显的也是这个弯哈，这个弯因为它因为云顶是很平，像我现在就可以感受得到，它可以让很放心的去攻哦，这里也是哦。哦，如果换了这种避震器哦，真的乐趣多好多、哦，哈哈哈。那再来一点，说到他的把手，上次有说过，那把手他妈要高不高，要低不低的，卡卡的。那他这台是有改过的哦，改过之后呢，当然就我就觉得比较战斗比较好骑。现在一整个完全都不一样了，哦，好爽，对吗？这个才叫做。还叫做骑车嘛，对不对？改一下多爽，很敢放心的去压。哦，攻这种弯好爽哦，真的。自信哦，那大概说一下哦，就来改的这些东西哦，这个改了很多很多的东西哦，然后把手把它降低了，我觉得很棒，就很棒。然后卡钳换尼信的，很棒，真的那个刹车力道好强哦。然后最重要的是它的前后避震哦，换了法斯特的这个带瓶子的避震器哦，就是解决了小阿鲁这个不稳定感的问题，完全把它解决掉了，就是不会再觉得说他的车子的刚性是不是不足，或者是怎样之类的。然后这个车还改了脚踏后椅跟排气管，哦，这声音又很好听，哈哈哈哈。哦，这个车骑得真的好爽哦。然后今天的温度虽然不是说很高哦，但是感觉上整个路上跑起来的状况真的是还蛮不错的哦。所以，就我个人的，这是我个人的感觉了哈，就是原厂的跟这一组这一套避震器，将这样整个换下来之后，大概啦，我觉得啦，就是增加了大概50%的一个能力。甚至于不止啊，那我讲的可能你也听不太懂了，因为这个是要自己去体会，自己去体验这支避震带来的效果。那还有同样的像他整个的把手换改下去，我这个改下去是对的了，阿鲁，然后他这个排气管改起来蛮好听的，好像听他们讲是说，这样好像是40000多块前差，呵呵呵。这对小车来讲也是算是蛮贵的哦。但是我是觉得值得啦，如果你想要操控性好，甚至要比赛，这一套一定要上，整个前差套组全部都改掉，再加上后避震这样子。见仁见智啦、啊，有些人会觉得说这个钱不花的不值得啊，比如说改什么把手啦，他会觉得还好啊，或者是改脚踏后椅啊、排气管啦、避震器啦，这个没有一定的啦，但是就要看你自己的功能啦、啊。如果你想要让它变得可以让你更安全的驾驭它的话，或者是说更极限的去骑乘它、去赛道的话，这些东西我觉得是必须改的。现在他身上这些东西，这套避震确实是
给他评价蛮高的，很棒。这样的配置，把手、三角台、整个前叉套组、后避震、脚踏后椅、排气管，干，送。